Hello， 自由时报的读者，大家好，我是黄伟晋。母亲节要到了，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。然后我要给我妈妈的一句话就是，虽然我可能不是嘴巴很甜的儿子，但是我永远都是最爱你的哦。母亲节快乐！大家好，我是 Ariel 蔡培轩，祝全天下的母亲都母亲节快乐。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，真的是很感谢我妈。谢谢你这么爱我 ，I love you， 好好 enjoy Mother's Day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熊仔，祝全天下的母亲都母亲节快乐，也是我妈妈母亲节快乐。我这张专辑我妈妈有参与，那很希望跟大家分享。我是刘品言，我想对妈妈说的一句话是母亲节快乐。Happy Mother, Happy Life! Hello， 自由时报的读者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蔡培轩。母亲节快到了，我想要对我妈说，我爱你。因为平常比较少会在她面前讲这句话，所以我想跟你说，妈，我爱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谢君颖。妈妈，谢谢你一直以来都非常的支持我，一起走这一行。因为其实家人们很担心的就是自己的小孩。尤其是妈妈，妈妈总是会觉得说担心孩子们过得不好。那时候其实刚开始要来演《明视八点档》的时候，妈妈其实都很担心我的身体状况，因为我其实真的从小身体就很不好，然后常常因为开始熬夜，然后非常的多毛病，就例如会长一些有的没的，免疫系统下降，然后一下这边痛那边痛。那我妈妈其实都一直很担心，然后她也会说，那这个工作这么辛苦，你有没有就是想要休息什么？她就很担心，真的很担心。但我在这里还是要跟她说，谢谢你的关心跟担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。然后母亲节这个非常重要的节日，但是我觉得每一天都很重要。虽然说我没有办法天天陪在你的身边，你还是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然后想我的时候要上来看我，我也会常常回去看你。然后如果你要想我的话，你也可以打开明视八点档看黄金岁月。亲爱的妈妈，母亲节快乐。 Hello， 自由时报的读者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关诗敏。母亲节快到了，在这边祝福全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。虽然我的妈妈不在台湾，在这边我还是想要跟她说，妈妈，我爱你。 Happy Mother's Day。